洪先生在哪？啊，洪先生在哪？洪先生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。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美丽的风景。这个呢叫温泉窝，是樟宜机场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。我给它起名了，我来了就不想叫它雨泉窝了，我想给它改个名字，时间虫洞。觉得怎么样？就像虫洞一样。我觉得像你们理工男生会起的名字，一点都不浪漫。有点烦。随着好看吗？啊？随着好看吗？好看。我给你看一个照片啊，你刚才在那拍的时候，我拍了你。哇，好可爱！你给他们看，你拿着我给你拍一下。好可爱，这是一张神奇的照片。希望这个小朋友以后茁壮成长。Hello，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五角樟宜。它是目前全世界里面的最多。